那我狂倒、哦。吃一吃，然后海带掉到排骨酥汤里，怎么会？我们现在要去喝喝茶楼。你家怎么围红线？怕大家随便进去我家，太漂亮了。要不要拍张照片？里面走，女生、男生，就是这一，反正这一是男的，这一是男的。不是，我觉得他长得像什么？是很像那个不是那个，很像那个主角，是那个主角唱的那个歌。不是，我觉得女生很像。因为他去他那很多集那个唱，化妆不是好看的。小蘑菇，想吃很久哎、欸，你还穿全白，好哦，前面也都穿全白，没事啦。要去吗？招牌里面有什么？都是全部所有料，除了肉。多少那全的钱？谢谢。还有什么？我啦。你吃两个，我吃一个。我要吃两个吗？帮我换一下，这比较大。那我先不用拿了。你们本来要吃什么？什么哎、欸，我们本来哦、喔，最原本吗？对，寿司。没有，最原本是要吃爱乐。后来又决定在我们在宿舍想了很久要吃什么，然后呢，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吃什么，我们本来要去玩，后来不知道去哪里，我们又改到我们要去那个什么，我们是河滨。然后我们去河滨之前，我想说要先去吃东西，然后我们想说我们要去吃寿司，我们要想藏寿司跟寿司啊。还引起了藏寿司跟寿司长之乱。你们真的像整卡，直接开始拿起来先看。谢谢。对，因为还有这种分享。先看吧。谢谢。哎，谢谢。谢。猪肉里脊猪排。生多一点吗？那我会狂倒哦！狂倒、哦！
跟酸菜。好了啦，好了，输这样。节制，白嫖，节制，可以，它全部很多节，不好吧？那什么东西啊？再给它用，那你应该一半一半吧？还有吧？我这人就是要节制，要节制，三十米。那你刚侮辱我太多，然后你现在自己又加，我喜欢高一菜，加一万加。哦，你真的是。我们本来以为是会把我们带来奇怪的地方，结果就让你们看。我是奇怪的另外路人，超漂亮的。等一下哦，你看那边还看得到101，很漂亮，看到101耶。他不讲，姐，别重复，好跳针哦。跳针，快快快！这里是哪里？和平公园，很漂亮哎。其实我们用走的就可以了。对啊。但是我们现在为了脚踏车在奔波，还想不是我？有吗？要狗啊！骑到天黑。哎，这个往上骑好漂亮，现在都是亮的。好漂亮啊！我们要玩，先看能不能亮起来。黑嫂，可以吗？还是都是两位帮用？感谢哦，感谢哦。大，那里那里。哇，好可爱哦！跟他差不多大，看起来大一点吧。帮我拿一下好不好？让我摸摸看，可能比他再大一点。好滑哦。